茶吧。会还开吗？开，照常开。各部门把这几天的业务状况都汇报一下。都哑巴了。我出差几天，你们电话一个接一个，我跟人谈点事儿，我这电话铃就没停过，自个儿都不长脑子。你大点声。我说，公司最近的业务直线下降，大家都战战兢兢的，那肯定就事必躬亲嘛。要你干什么用呢？平时就您一支笔，再说我，你什么你啊？你不是副总吗？你光拿钱不干活啊？副总，您别生气。要您这么说，那我就把责任负起来了。啊，这大家都听好了啊，那就按照冯总的决定啊，以后有什么事儿找我，别老麻烦冯总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。Thank you.
事要回来上班了。洗手吃饭吧啊！妈给你蒸了包子，有肉的，有素的，都是你最爱吃的馅儿。哎，又走啊？开车一定要慢点啊，路上千万小心。国强，晚上还能回来吃饭吗？哎呀，你胃不好，妈给你熬点粥好吗？要是你非应酬回不来，千万别喝酒，听见没有？我可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挣多少钱也没有身体重要。